Hello，大家好。这有好几天没有见了，真的十分想念。很多朋友私信问我为什么不发视频了。其实我对我自己要求很高，每一个作品我都是精益求精，尽量达到自己满意。有的视频我自己看了很多遍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所以说我是这样的，宁可不发，也不粗制滥造。所以说，你没看我视频，基本上对不对？很少有那种粗制滥造的。但是，创作每个视频都是很不容易的，很难。哪有这么多的精品？哪有这么多的精益求精？对不对？这个精很难求。所以说，我太难了。但是呢，我希望喜欢我的朋友，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，希望你们点点赞。评论评论，转发转发，多多支持。你们的一个点赞、一个评论、一个转发，是对我今后继续创作最大的动力。真的很感谢这么久以来朋友们对我的喜爱与支持。现在我就统一回复一下几个问题吧。很多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入境越南，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现在入境越南比较困难。因为现在他那个旅游签已经停发了，不允许，禁止外国游客进入。他为了他的疫情着想啊，因为他怕外国游客容易把那个疫情带到他们的本土。因为越南现在好不容易疫情比较稳定，已经连续好几十天没有新增加病例了，所以说他保持这个样很不容易，对这个管理严格是。也是对他们越南人的一种负责，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。现在呢，只批准工作签，就是工作申请来越南可以，但是这个费用和以前几百块钱就可以来越南旅游，现在工作签的费用大概最低从1500美金到2000美金不等，而且只是3个月。如果3个月到期以后，如果你要续签的话，好像还要续签交钱，大概也要几百美金的，费用总体下来比较高。如果你是通过正规渠道，就是公司派遣，这些费用你大可不用担心，因为公司会给你报销。但是如果你是自费的话，通过一些虚假证明来到越南，进入越南，如果你凭那些手续，可以让你入境越南。但是等你入境开始隔离了以后，隔离期即将结束了以后，到时候他再审核你，他如果发现你的手续是假的，对不对？轻则，对不对？轻则，轻则只是罚款，重则，你从哪来回哪去，回到中国还要再继续隔离，所以说你这最后人财两空。如果你遇到好的中介还是比较可以的，如果你遇到那种没有。不负责任的中介，兄弟，那真的是，那到时候真的是任人宰割了。即使你入境越南了，你想，你到越南就能有爱情吗？不见得的吧。有的人几进几出越南，多少次来的时候满腔热血，哇，我不找到老婆，我不回国啊，最后自己悄无声息的离开了，然后又不死心，又再次再重来。反反复复，来来回回，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。其实，爱情我觉得看缘分，我觉得不要盲目，因为爱情，你和一个女孩，我还是说那句话，你在一起容易，但是你能不能长久，我觉得很难，只是我觉得很难。其实很多人结了婚以后，中越婚姻结了婚以后，他如果能保持长久，也很难。我是这么感觉的，这只是我的感觉。好，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还有很多想说，你们还有想问什么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评论。咱们可以一起互相探讨。好，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